はい、もうすいません、もうどこの来ましたか。え、どこね、日本のどこ、台湾の来ました。横浜、はい、モノブのジャイアンツファンですか。ジャイアンツファンです、子供の頃から。ああ、そうか。もうジャイアンツ阪神でも、もう、選手が誰かも一番好き。一番好きなのは岡本さん、はい、あと坂本今回でもう巨人君 の、 あの試合か見に行くの予定ありますか。予定ないないですけど、はい、はい、たまたまです、でもどうしてもうジャイアンツのホテルがここで泊まりますか。もう選手が見たい、はい、会いたい。そうか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はい、飲みます、はい。大哥，给帮我挥个手，谢谢。对，你知道这三年都碰到疫情嘛，大家就很少碰面，然后，大家可能对我的印象就是，对黑发，然后新年新气息嘛，然后换个一个不一样的发型这样子，对，然后重新，然后再回到这个。舞台上面可以让大家碰到大家，然后跟大家说个见个面这样子，我觉得蛮开心的，对啊。大刚就是之前有中职的球队的考虑回来打吗？有跟你接洽过？哦，其实我跟中职的高层长官们都有保持很好的联系这样子，对啊。会长？哦，就是有保持很好的联系，对啊。那前辈就是联络我，然后让我当下就是有二话不说，好，我了解，然后毕竟我们新球队 Oasis 尼加达他们，我们是新的球队，然后要往那个日职的义军，他们义军去发展的球队，也看到他们非常非常的有企图心，对，非常的在这一块上面花了很多心思，对，我就觉得。能够借着这机会，然后也借着这个记者会，让大家更知道，我是尼卡达这支球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。对，我觉得对比较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，对，然后能够不用去想更多，再像美国你要怎么去生活，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饮食，那回到日本世界很熟悉的一个环境，然后。我可以掌控每天的生活的节奏，对，所以会对我来说会比较有更大的帮助啊，对啊。